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sco 啊。今日咧嚟咗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啊，去咗一个金星奖颁奖典礼，马来西亚本地嘅一个颁奖典礼。咁我亦都带咗呢个360喎，双刀咁样去拍嘢。咁我而家入去睇下个会场系点先。我先其实都拍咗一啲360拍咗个场地嘅，收音收得唔到，收得唔好，所以收唔到。今日嚟捧我个 friend 场啦，阿 Zen 啊，袁振威啊。真的很开心，我又在这金星的金星奖的颁奖典礼，郭子胜先生成就大奖，恭喜田明。
谢谢您，谢谢。可以的，你们左举起，右举起一下。一二三，西瓜甜不甜？好，来拍照了。哇，好开心啊！我请到呢度马来西亚嘅资深艺人嚟同我做访问啊！阿兴哥，你今日得奖，我有咩感受啊？我觉得咧呢个奖咧对我嚟讲系有啲意义嘅，真系几有意义嘅。因为点解咧？得奖咧系属于一种肯定，系啊，同埋咧好重要嘅就系一种鼓励。因為你知啦，一兩年嚟咧，因為個疫情嘅關係咧，搞到大家喺各行各業咧係好 down 嘅，所以咧，尤其是係我哋娛樂圈嘅人，因為嗱經濟唔好啊，梗係先揾飽揾食啊嗰啲嘢先啦，最後啊又揾夠咗先嚟講娛樂啦，所以我哋係幾難撐噶啊，所以咧，我希望呢個金星頒獎典禮咧可以一直係咁樣搞落去咧。因為我哋大馬都仲有係好多嗰啲資深藝人啦，嗰啲人才啊，多才華嘅人啊，都希望可以有一個肯定被肯定嘅嘢啦，所以咧依樣嘢係一個正能量嚟嘅，冇錯，大家、yeah! 加油，加油，耶、yeah! ！多謝曬，又嚟哇啦！第二輪啊，我請到阿 Genji 同我做訪問啊，資深藝人啊，啊有乜感有咩感受啊？係 Genji， 係林斌華，今次攞到呢個獎咧，係金星獎嘅主辦單位，多謝佢哋，同埋評判們，多謝佢哋肯俾呢個獎我。其實呢個獎就好似所有人講嘅。即係一個鼓勵，同埋一個信心，再進入，再因為要行嘅路仲係好漫長，所以我哋需要努力。所有馬來西亞人，攞唔論攞過獎或者冇攞過獎嘅人，一齊努力，將馬來西亞嘅娛樂將佢搞到興奮啊！我以為你講興啊發啊旺啊！OK， 拜拜，多謝曬。哇，第三個啦，呢、這個佢講我話我稱呼佢奶奶喎，佢睇點你嘅全名係咩啊？大家好，我係 Fiona 黎燕婷啊！啊，你今日得獎喎，有咩感受啊？開唔開心啊？阿媽，我得咗啦！Yeah. 入行26年第一个奖，耶、yeah. ！开心咯、啊。对演戏而家年轻嘅演员有咩建议吓？努力，记住要做好功课先好埋位。系啊，加油啊！系唔好放弃梦想，系系唔好放弃梦想。咁多谢晒你，亦都恭喜你。多谢多谢，多谢晒，耶、yeah. ！今次咧就請咗我嘅兄弟啊朋友阿 Zen 嚟啦。誒而家咦，唔好似打個戰先嘛嗱、哦，我就係呢個咧阿 Bosco 咧就攞咗咧最雞啊最雞攝影，係最雞攝影，最雞攝影係攞翻先。系多谢你咁靓女嘅个奖，系系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，唔系最佳啊，系最鸡啊，系我帮你攞住先 ，OK， 你继续访问，有请第二个明星，好啦，而家真系请我嘅 friend， 亦都系好兄弟啊，亦都系新晋嘅新星袁振威 Zen， 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Zen 袁振威，今日攞奖有咩感受？其实都好高兴啊！我哋做演员嘅真系，其实都几辛苦噶。今日可以攞到呢个奖咧，首先我多谢我屋企人啦，我经理人啦，阿娟姐啦，可以攞到呢个奖，其实几安慰啊。因为喺呢段时间，我哋做演员咧系真系好辛苦啊。系啊，所以希望大家会支持影视界每一部好电影、好剧有关影视界嘅嘢。
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支持全世界的影视，继续努力啦，做多啲好嘢俾大家睇，大家支持马来西亚新星，系啊，再攞第二个奖啦，第三个奖、第四个奖啦，如果有机会嘅，如果有啲 producer production， 如果想揾我哋呢啲演员拍戏或者咩嘅，可以揾我哋啊。多谢晒你，亦都恭喜你，太感动啦，谂起屋企人就啊，系啊系啊系啊 ，so then 啊，仲有去多谢大会啦，系。提名得獎者攞到呢個馬來西亞金星獎。哦，今日都好開心啊！見到好多馬來西亞嘅演藝界人啊，亦都見到頭先見到阿 Yan Ling 啊，係啊，係啊 ，Yan Ling 其實都好多名人，係啊，好多名人，好多演員都歌手啊，今日都嚟啊！咁多謝曬阿 Yan， 亦都恭喜曬 ，Yeah bye！哇，今日真係好特別嘅經驗啊！可以睇到馬來西亞娛樂圈嘅一個金星獎嘅頒獎典禮啊，仲可以撐到我嘅朋友阿 Zen 啦、袁振威，同埋識到好多唔同嘅演藝界前輩啦，又見到阿 Yan Ling 啦，即係好多唔同嘅經驗啊！咁希望大家咧，如果可以支持我嘅話啦，俾個 like 啦，或者 comment 俾我知道有大家識唔識？我剛才介紹的演員或者有什麼想我再拍下去的可以 comment 給我知道，如果未 subscribe 的希望可以 subscribe 的 channel， 我會拍多一些我在馬來西亞的一點一滴不同的經歷，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和新的朋友的支持，多謝，希望下次可以再見到你們，拜拜。